真的求求请来吃个烧，我去找干你。然后，每次到了说董婶生日的时候，我就其实也不知道说什么好。那跟大家说一下我今天干了什么吧。其实我今天刚从学校回来，然后，想大家很多应该也都是学生啊，或者是上班的这样的人。可以用自己就是平时生活然后余下来的经历来喜欢我们，我觉得真的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。那么对于这次评选的目标呢，我觉得至少的话应该是不要退步吧。对，就是我的愿望还对，就是不要退步就好。那我们一起加油吧。